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番茄 Yuri。那你们接下来看到的影片呢，是我在 Monster Hunter World， 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《萌哈》里面的，算是成长日记影片。所以它并不是正式，就当初并不是正式为了录游戏而录制影片，所以可能很无聊，但只是要是拿来做我在《萌哈》里面的记录。那如果喜欢的话，你觉得可以愿意看得下去的话，也欢迎帮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如果你没有很喜欢的话，就记得可以点右上角叉叉说再见喽。那之后会不会有其他影片，大家就敬请期待喽。接下来以下是我在萌哈的猎人日记。哦，这套衣服真好看，对不对？难怪会有动力玩下去。哦，穿着这套衣服，微风吹拂，然后城市的画面感觉蛮不错的。你的武器也是吗？嗯，玩具跟武器都是。不然我等下去看一下我们能做好不好？但是你们要等我吗？哦，不然先打好了。好哦。勇气之证据。有耐充吗？没有。有推荐的是不是那个宝？嗯，是试了。哇，解除成就啦！有了防具的强化阶段解锁。这个脑袋好久。我看看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，我在越过万物的尽头，在万物的整数之地。老朋友是谁啊？嗯哼，你可以去整理一下我的东西吗？可以啊，这有点爆掉了。
术大师，集团团长。集团的团长，再继续接吗？可以啊。等一下，不用。我没有出去，你直接解那个参加任务。哦，PD 要休息是不是？嗯，因为我什么都没跟到，我全部都在看剧情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那是我们另外的事情。我刚好身在魔物离我十公尺的地方，那我先不出营地了。你还是可以来帮忙打一下，照理说你那一套应该可以。照理说，好，我去。可是我觉得我的技术没有可以，就是了。这一只我也不太行，这一只要远攻才行。对啊。一看到，哎、欸，可是这是钢铜龙哎，钢龙，就是那一只钢龙啊！我就知道打钢龙。对啊。
完全看不出来要打哪里。有点好啦，接下来不好打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只要被他扑倒，然后他再打我一下，我就会直接死掉。
难打哦。就是在旁边负责猫车啊，有点奇。哎，是我当初也是这样猫过来的。你跟我说我这套应该可以，我就存疑这样。没有啦，主要另外一点是你对你没有打过这一只，所以你对它的习惯你不熟悉。我觉得另外一个尴尬的点是我是近战，可是因为钢笼的那个范围，它旁边会有那个风，那个风好像也会扣血，所以我就会那个风三分之一撞我一下三分之一，然后我在晕的时候它再踩我一下，猫掉，然后就结束了。大概就是这个流程吧，刚刚那两次好像就是这样跑掉的。秘境族，随便啦，出去再研究。你的机运票有用吗？我其实不知道要怎么用。好，那你先不要按空白，先不要按空白啊。等一下接任务的时候呢，使用它。好，那去调查所汇报一下任务。外面鸡在那边有点尴尬，然后呈现一个冷到有点手指不听使唤。嗯，我也是，我现在也是。超冷的，就是这。哪个可以教啊？没有，没笑。把痕迹都用完，还是一次打一只？我剩下大乙种皇帝跟瘴气之骨的了。没有，因为你看一下你那个钢笼已经满了哦。你回报一下，我先回报。钢笼已经满了，不要再打钢笼了。你有看到吗？嗯。反正我等一下再去接钢铁的钢龙，然后现在是带瘴气之骨，开始你们要一口气刷完钢龙，玩出地方了。一只一只吧，先把痕迹用掉。那钢龙这边应该是我要接吧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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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吧？等一下，我上面他要求我承接。等一下。等，那你就接喜德的吧。等下进去，你在接任务的时候呢，选一个营地，然后按空白键，
等一下哦，承接任务啊。龙三龙，如果你要打的话，活动有开。哦，我看到了。先选一个营地，然后先不要按四哦，然后按空白键。哦。然后按四就可以了吗？对，这样就可以按四。你就会看到你那张票打勾了。现在防御多少啊？那一套多少就是多少，我记得一个是五百，你按 ESC 就知道，261。防御？哦，嗯，然后那你等一下站远一点，真假的？最好的防御了，可是除非你要等我做，可是我觉得还是算了。我就先不过去了，我在路上采一下东西。怎样？突然间发现一件事情。你就在旁边，对不对？我露死了，对。啊！对，我会露死在这里。赶快回营地，赶快回营地，先离远一点再回营地。嗯，小。你要记得拿冷饮啊！我就跟你讲说，在这边要拿冷饮、啊。忘记了。先喝过比较保险哦。随便找一个营地，我这里有哪一个营地可以用？哦，这个。这个是要定期喝吗？还是怎样？不用，你喝了它就会有效果，除非你死掉，不然你冒车。营地，好。我怕你死掉了，你可以试，我觉得你可以试一次看看。我自己先在旁边看看。你先习惯一下他的动作好了。对，我要先看一下他的动作。哇、哦，复活频率很高。我靠！哇，我中弹了！你在一个空的
地方选择一个错误的时间，我直接一个被远距离喷火。他的攻击范围好广哦。对，这一只真的我真的很容易死在这一只手下。地方我实在是不太敢过去，因为他一喷我直接半条血。对啊，就是这样。一个没多好会死掉的龙了。哇靠！哎，我才刚回来，他就这样。其实打这一只我真的还蛮害怕的。后面的火会烧吗？还是走前面会？都会，你看到他身上的火都会。看到了。控制我完全没办法打，因为小太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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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太阳。看到了，调皮我。那你真的终于知道为什么不叫他小太阳？小太阳的范围是属于那种圆形的爆炸性范围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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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。那个会爆炸的是喜德放的吗？对，白白的。对对。嗯。也不会烧起来。真的太碎了吧。他不屑。我在补了，我在补了。我想要先拉远点，我刚才已经拉很远，结果他就拿那道喷火的左扫射扫到我。没弄好，毛子，滚滚三圈！不行，我现在动弹不得。他已经掰他了。一直打两下就要跑，
他这样打十分钟内，我这样打起码要整个任务快结束。只有毛脚的分。想问一下，就是那一些特殊状态触发是随机的吗？还是武器身上都几乎都有？特殊状态触发，你的武器本身有配那个属性，或是 对啊，它基本上会几率性触发。理论上来说，我现在这把的状态是，如果我触发到爆炸的话，大概就是100%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谢谢你们今天的观看。那我今天的猎人日记就先告一段落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就请你们继续看下去喽。当然，最好的游戏体验、最好的剧情动画，还是要靠自己体验。那我是番茄 Yuri， 我们下次再见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